一则有趣的报道，在网友票选这个台湾超扯知识 Top 10里面呢，热狗是狗肉做的，是荣登第一名了，而蝉是苍蝇的阿公也在第二名，而第三名的话呢，也是让这个网友搞不清楚的是什么呢？阿里山的奋起湖原来不是湖，有些网友还是看了票选以后才知道自己真的是错大了。火车缓缓开进站，青山绿水好空气，这里是景色优美的奋起湖。不过你知道吗？奋起湖可不是一座湖哎。网友票选十大超扯知识，荣登第三名的就是奋起湖。一听到奋起湖三个字，有人直觉想到便当，有人想到蔚蓝的湖泊，但是都不是哦。奋起湖是阿里山铁路的中途站，湖在闽南语中是低洼地的意思，这里根本没有湖。超扯知识还有哪些？ The marriage contract is drawn up according to ancient custom. 蒋中正和蒋介石竟然是父子关系，不对啦，蒋中正自介石两个人就是同一人。荣登超扯知识第二名的还有，既然有网友说蝉是苍蝇的阿公，而且还不少人相信，以讹传讹的夸张程度，还有这个，开始，加油，快点！大口大口咬，超扯知识第一名，热狗是狗肉做的，怎么可能啦？热狗是猪肉做的啦！台湾民众从小错误的观念到长大，还有人认为这些都是对的，甚至有人从小就相信自己是被捡来的。超扯知识影响深远，网友可别一知半解，不然就糗大了。中央新闻高佩蓉台北综合报道。